看这利落的片鸭，粉粉嫩嫩，鲜美多汁，包进葱油饼里面，真的好好吃哦。今本日来到台北新义区的煎饼摊饮卷饼达人，单一开店总要排到插插的人哦。饼皮是现做现煎，煎到酥酥脆脆，搁再加入行到油油浪浪的脆皮烤鸭，头家当熟练的将鸭肉片到强强利利。鸭肉真系一切跌落来，看到真真都想死咯。葱油饼满层甜面酱，各种嘅鸭肉和葱诶，安尼一份当好食嘅烤鸭煎饼就完成咯。每次有感觉黏的后来就搭搭接嘞吼，太吃下客家去试试看吧，拜拜。好了30年的台北皇家香肠，又脆又香，鲜美多汁，收藏起来老饕必吃。今天来到台北中正区每天都在排队的香肠摊，他们创立于1990年，至今已经30多年喽。香肠从猪脚肉调味，自家灌自家烤，卖个香肠就出动4个人哎，每一位客人都是3-5条的在点，超级厉害的。外层烤到有点焦脆焦脆的，里头 Q 弹多汁，吃香肠就是要配蒜头啊。可是北北你挡到我了啦，人超好的姐姐直接抓一把蒜头给我哎，嘿嘿，超好吃的。客人会上的，请小心哦。随意奶茶，哎，你不是蛮喜欢喝奶茶？试试看看啊。这蛮好喝，我终于懂为什么我朋友会外带那么多杯，不要一人再带一瓶。哎，喝一下，干杯。Yo bro， 哎 ，Yo bro， 好奇今天要带我去哪里玩？看到我跟他们都在喝一款奶茶。是手摇杯饮料吗？不是啊，他是卖肉粥的。不吃肉粥，喝奶茶。雷购，这间肉粥店位于中山区长春路上。欸，你有来吃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看一下现在几点？他好像晚上9点。现在那么多人，真的超多人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在喝奶茶。他们就跑了。你看一下那个，客人会上的。请小心哦。随意奶茶。欸，你不是蛮喜欢喝奶茶？试试看看啊。真好，我终于懂为什么我朋友会外带那么多杯，不要一人再带一瓶。哎，喝一下，干杯！这是鸡卤饭加蛋，好大酒，超好吃。你在这边你就卖粥的，不吃粥的，别吃豆粥去了。豆粥还会加蛋，真的好吃。这是鲈鱼蛤蜊，它是限量，我都剩2碗，不然在我这里又浪费。它不大，味道都觉得超鲜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超浓稠，超鲜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快讲！哦，阿姨手上拿什么？这是奶茶，你手上不是也有吗？